不是啊，我头发还挺多的，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啊。您要是够聪明，就该学学我老爸。啊！推我一下。我再看要不要学艺，没有合适的机会啊。强二级吧，换血我是亏了的。他两级了，补刀都漏光了，刷个破绽等个 W。血量还是劣势的，我这波骸骨好了，快好了。哎呀，我操！鼠标没点到，鼠标点到他死了。不出来。这小兵怎么哐哐打我啊？还在打我？我刀漏完了。有 T 应该交一下 TP 啊，血量太低了。你没拉出来呢，没事没事，他亏了很多兵啊，没事，给他一次吧，让他以为我是个笨猪啊。这波他杀我，其实看起来很赚，其实的话，小赚吧，小赚吧，也没有很赚啊，亏了很多兵线，我一拉出来应该就跟他换掉了，哎，有个减速效果的，没拉出来呢，他的 Q 比我的 E 快。给他戳到破绽了，这个线我卡住的话就结束了。切屏了，切屏了。我更喜欢这样。嗯，他回家了。等一下吧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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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绽也给他戳到了，两个兵，两个远程兵六级，我炮车好像补到了吧。好像不到了
能推荐把他越了不？没到，又来。刚好一拳给他做掉，没大不了。钱还是不够我们。多了一点。出破军了吗？伤害这么高，破军是什么装备啊？大穿甲吗？不知道。啊！我操！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突然他就变大了，不知道点到什么键了。OK。这下技能随便放都行，站着不动他也打不过我们。他现在没 W 啊，看能不能四拳把他做掉。亚瑟也太狗了吧，直接腹肌斗篷。他又踢了，动静可大了。放我走，那就走吧。不让我走，那我就再看看。他让我走，我就走了。继续拆吧。打
他三全线。这都吓不到你，根本难不倒你 啊！这都吓不到你。给剑姬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他大招是把我的大招给解掉了吗？解掉了，然后卢锡安滑走了。我操，打这个东西不能直接交大招啊，交大招会被解掉的。我大招被他破了，我说怎么我不能交大招？这个民族大招是进化，进化能解压制的，就跟出水银了一样，他能把我的大招给破了。哇，好快的攻速，贵贵，攻速可太快了。我让黑暗降临了，我多少赏金啊？600块，900块，怎么下路塔还没拆掉呀？啊！他想预判我的意，我第一时间没放。他有闪现呢，被秀麻了。给我扔了个烟雾弹，我看也看不到。狡猾的男枪，不能直接大招爆进去。还好这波我没赏金了。啊！被挡了，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但是这个卢锡安有点看不见啊，被致盲了。你小子啊，可以。你小子，
哎呦，哎呦！差点顶不住我了，我操！骨头折断，差点就倒下了呢。我来救你，哇，都是一丝血，他们点了。丧失理智了是吧？对面，我们下一把给我们的聪明石头人点个赞啊！